我的天呀、啊，下雪了，好冷啊，家人们。哎，小月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今天不是小年嘛？啊，我用这个竹子把房顶上的蜘蛛网扫一扫，大扫除。你还真会想办法用这么长一根条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这个天气、啊、你怎么上来的呀？我走路上来的。我天啊，这还有冰调调。今天特别冷。对啊，小月，你家生火了没？我都快冻麻木了。哦，是的，有，赶快进来烤一会儿。走。那谢张哥，你这是拿的什么？一点好东西。走，咱们先进去让我烤一下。我跟你说。赶紧来。进来坐一会儿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大的火！你别嫌脏啊，张哥。你看你说的，拿这个给你。你这都是买的什么呀，张哥？上次咱们去西安。带你去给叔叔阿姨买衣服，挑了半天你也没挑上。昨天我和我姐去逛街，然后看见这衣服挺好看，就给叔叔阿姨他们也买了一套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，每次都麻烦你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啊，叔叔阿姨对我这么好，应该的。哎，那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呢？这是我姐昨天刚好去那里买这个化妆品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你也是女孩子，想着给你买一套就当新年礼物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看着挺喜庆的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每次都让你花钱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，别跟张哥这个客气啊，随便一点。好的，都坏了，好冷好冷。哦，这位张哥、啊、我看你冷得很，我去给你那个泡一壶那个红枣姜茶暖暖身体，你等一会儿好吧、啊、你太有心了，小月，辛苦了。来，张哥，嗯，快喝杯姜茶暖一暖。啊，谢谢你，小月。马上快过年了，可千万别冻感冒了。啊，你可太细心了，真好。哪有你细心啊，张哥，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事你都照顾得很周到，以后如果哪个女孩嫁给你一定特别幸福。啊，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哪个女孩能嫁给我啊？谁要啊？谁说的？怎么没人要？谁要？谁要？你要吗？哎，张哥，你又跟我开玩笑。傻鱼啊。张哥。啊？你就没有一个喜欢的人吗？有啊，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子。那她一定特别优秀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她真的特别好。那你为什么没跟她表白呢？现在我和他俩还是好朋友关系，我怕表白失败了过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，以后就没有借口去找他了。张哥，你不能这样呀，你要勇敢一点，喜欢就跟他说呀，反正我祝福你。真的吗，小月？嗯，其实这个女孩就是小月。你说呀，张哥。哎，等等，来吧。哎呀，阿姨。赶回去了。我上来一会儿了。你客户。张哥，刚好我爸妈也回来了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吃吧。哎呀，真是尴尬了个大人呢，小月。我去给你们做饭吃。不了不了，小月。啊，是。对对，这个，哎呦，我去把凳子弄倒了，哎哎呀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媳妇儿，啊，我今天就先下这个下去了，这马上过年了嘛，工作室也快放假了，他们也辛苦一年，我今天晚上得好好安排一下，给他们招待一下。那媳妇儿，我走了，小月，我走了，小月，拜拜。今天真是丢了个大人了。张哥，张哥。咋了，小月？你把这个羊肉拿回去吃吧。啊，我自己买，小月，我们家买得到。哎呀，我们自己家里养的有，你拿买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不能要，小月。拿着嘛，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留的，就算你不吃的话，拿回去给叔叔阿姨他们吃啊。嗯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，小月。你就拿着吧，你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去把你的东西也给你拿出来，我也不要你的东西。拿着吧。那好吧，那谢谢了。嗯。
那我走了，小月。嗯，张哥。嗯。你一定要勇敢一点，喜欢他的话，就去跟他表白呀。嗯，那你觉得我那个朋友，他会答应我吗？你这么优秀，他肯定会答应的。那到时候我向我那个朋友表白的话，你到时候能不能到场？你表白我去干啥呀？因为有你在的话，我有安全感，不然我一个人害怕。好了，小月，我下去了。到时候真的这个好事发生的话，你一定要来。好不好？傻鱼，再见。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。